到啦，羊群翻嚟啦，哇！羊羊翻嚟啦，就會殺走噶啦，攞走就發布，即係淨係得條絲噶咯噃，好啦。
淨係得完絲之後咧，祭司咧就跑翻出嚟門口嘅地方，咩門口啊？嗱，一間你都會見嘅啦，見到門口啊，就呢個地方睇，係咪？一間你都知喎，入去啊，祭司代表神門口偏翻出嚟，但係走咯，嗰度諗啦，外司入去嘅咧，就要走啦，嗰啲工作人員嚟嘅咧，家屬由頭到尾嚇都係要喺度嘅，佢唔上得嘅啦，唔可以上。不過咧，佢哋會喺度等，等乜嘢咧？伊朗嘅洞穴屋，已经是现代了，有人有车了。伊朗的世界遺產洞穴屋，昨晚的入住一個個洞穴，有2000多年歷史的了，這裡已經被教科文列為世界遺產的。這裡就是昨晚入住的洞穴屋，真的一個個山洞，但是坐車坐了很久才來到。昨晚來到的梅滿德洞穴屋，昨晚在這裡住。